周总好，我叫雨薇，我是您今天刚入职的助理。欢迎您，请坐。左总，我今年22岁，身高1.65米，体重88公斤，胸围36D，腰围60，臀围吗？你不用跟我说这些，这又不是选美，你马上准备一下，布置一下会议室，一会儿开例会。好的。这单我们终于拿下了，左总。这是你立的大功，再接再厉了。既然我这次表现得不错的话，你要不要奖励我？晚上单独请我吃顿饭呗。奖励肯定是会有的，一会儿来我办公室的时候。卓哥，我准备好了，我们待会儿去哪吃呀？吃吧。不是吧，卓哥，咱就吃这个。我跟你不熟，叫卓总。卓总，不是我说。要不是陈总说我长得像他初恋，您根本拿不到这个订单。我这样帮你，你就这样奖励我，你是在羞辱我吧？怎么了？这就受不了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太太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是陪我睡过马路、啃过馒头、是为我吃过苦、拼过命的女人。你觉得你现在做的这些，就这几天时间，你就想取代她的位置，现实吗？喂，老公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忙完了吗？走，一会儿带你吃火锅去。叫雨薇一起啊。她牙疼，可能吃不了火锅。